老朋友，不记得我声音了吗？小黑，你怎么没接我出来？等我回来。等我回来。萱姐，是你叫他给小黑的，对吗？我，大家是兄弟一场，你就坦白一点吧。原来你一直在怀疑我们。是，一切都是我干的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单纯，因为你好骗。我就是因为单纯，才和你们做兄弟。你为什么和永红一样，要出卖我？